今天您可以成为党主席，也可以当一个鲍老板，甚至参与修订宪法。不久的将来，您还可以竞选总统。多年来，中国时报以203篇专题和社论提出建言，终于将这些民主的果实与您共享。每一天的新闻都为了你我的共同理想，中国时报。